刚才还好好的呢。呀，看来 Lisa 早上说的没错呀，宁总变了。哪儿变了？不还是这么一如既往的难伺候？你不知道，以往我犯错，宁总给我一个眼神，我自己就去领罚了，能说一个字，绝对不会说两个字。刚刚呢，整整说了105个字，要了一个来回了，这都。宁总的确是变了。看来现在这个李浅，成为我哥心里的炮仗了，谁点，谁遭殃。你怎么来了？来了，奥科的事情处理完了，我让小青去盯回款。不过呢，我早上查了一下供应商的推进进度。老于，有点悬啊。如果 GC 的订单……你给我打住，林秘书。你可真不愧是绩效打分3.75的优秀员工，这才早上几点钟啊你就开始工作，你能不能对自己好点？他顾着又不给你涨工资，刚出完差就不能调休半天吗？我说你说 ，GC 的订单完成度决定了我们恒星的活路。进，姐姐。那，这是你要的咖啡和早点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们是赶不上合同里约定的第二批交货时间的。一旦违约，资金链断裂，商誉受损，麻烦多得很。行，我下午就组织财务和业务开个会。金燕，你怎么买的是 GC 的咖啡啊？这也太破费了！我一会儿把钱转给你了。哎呀，不用钱姐，这个是顾总之前为了准备庆祝在 GC 办的卡赠送的券，我还正愁着用不完呢。这家伙有什么可庆祝的？就之前咱们公司差点被收购了，这顾总一高兴啊，就是说咱们得庆祝一下呀。顾总要卖公司啊，卖给谁啊？你既然知道，就说吧。嗯，李荣。夏，不是，说你什么好？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？在恒星这么久，心里就没点数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跟我一起来，少给他通风报信。不是姐，我不是我站你这头，你听我解释。父亲，你是要去公司吗？怎么了？今早业务经理回复关顶，咱们没时间约见之后，宁成明不知道从哪儿得到我的联系方式，给我打了电话，说非要跟您见一面。我不想见他，非逼着我见他呀！这小子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你不许给他打电话。如果他要去公司的话，就让他等。我非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十一啊，我们今天不去公司了，去看我女儿。太苦了，我是按照您之前的口味做的，我立刻重做一杯。宁总，怎么这么甜？啊，我就加了一块糖。生活这么苦，当然要给自己加点糖。算了算了，不喝了，拿走。赔偿数据看了吗？看了。如果一一进行赔付的话，以眼下的观点来看，恐怕成明。所以我说了，可以去争取丽蓉。宁成明，我知道，我也理解，你对公司目前股东结构的不满，想趁着马浩的事情进行变更，但是这会动到我们的根基啊。我昨天去见了爸爸的那些老朋友，他们到现在都非常相信你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合作啊。你说的是丰沛的林总吗？
分配在企业里，恶意收购名声在外，你不会是想让我把关顶交给他们吧？成明，对不起，请让一下。你要出去啊？我要去找李静凡。那，你中午还回来吗？有事儿？没有啊，只是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。我订了你最喜欢吃的那家杭州菜，我等你回来一起吃。我和对方可能一时半会儿聊不完，你自己吃吧。不过，陈明倒真是大胆。要知道，李静凡这个人是很难被人撬动的。他精明固执，唯有对小女儿有些特别。女儿？李静凡什么时候有个女儿的呀？圈里人都知道的事。这个女儿就是李倩。喂，我要你帮我查个人。你说，现在是不是我行动的最佳时机啊？在他最难过、脆弱的时候，我顾正出现在身边，体贴入微，循循善诱。循循善诱好像不是这么用的。钱姐，我就是我晕了。所以是真的，你要把我打包给李静凡？詹总，于青青，不会你也知道吧？我一开始也被他蒙在鼓里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让他去拒绝李静凡，我还让他跟你好好说实话，但是他胆子小不敢，你也知道他就。没胆子说，有胆子卖啊。你听我解释。哎，不是。钱，完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顾正这个王八蛋，气得我胃口都没。宁总，那个李静凡的董秘说他今天不在公司，那咱们回关顶。要是你今天连李静凡在哪儿都找不到，你觉得自己在公司还有什么用？是宁总，我马上就问。哎呦，救命啊，姐姐们！我们老板求问你们，太上皇今天到底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不在公司？你要是告诉我，我一定给你充一个月芒果 TV 会员。就一个月？你也太抠了。三个月不能再多了。六。六个月。不能再少了。成交。具体不知道，但听俊总的助理说应该去找女儿了。女儿？就在西园路地标附近的大厦，具体的还真不清楚。还没找到吗？有，在西园路路口，那个西园路。宁总，好像就是这儿，我先过去确认一下啊。去吧，哎。现在还没抓到，
马浩所为触犯了投资权益，关鼎股东这会儿可能都在闹着要赔偿呢。是。